死了，就你直接要用。哇，对，所以等一下你们怕小雨哦，所以说它比较像意思了。对，他第二天死了，第二天死了就没有遗言了，只有第一天使用。对，我该讲的都讲了。什么东西？小雨、哦，我们是鬼魂，是鬼魂，你是鬼魂群聚是不是？鬼魂怕你们活着人自己聊吧。啊，小雨嘞？哈？他躲起来杀人。哦，救你，救你！其实我们那个四神啊，四神就输了那个设定。什么是？他好像没有，刚刚没有啊，只有多钱，就全杀才有，对，要全杀，这样很难呢。不晓得，看看。我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个狼人好难当哦。这是自爆吗？是不是可以直接进下一晚啦？我们可以投他了吧？投进去，可以投他的。可以吗？不行吧？有吗？小雨要在这辩解吗？你要辩解吗？你有机会吗？不知道该怎么辩解。你是狼吗？那你会知道自己伙伴是谁吗？我不知道。所以狼人连自己伙伴是谁都不知道啊？有一些手段可以知道，可是有一些手段可以知道啊。嗯，所以你果然就是嘛。我知道啊，我想多了解一下这个怎么玩嘛。深入了解，好像会死。真的知道吗？好像真的会打死。有啊，我扣。会怎样？会打得死吗？会啦。哦，半颗，一颗半，一颗半，一颗半的。你为什么不把我打死？你都把我打死。为什么？我希望你被打死啊！你是猎人哦，你是猎人哦。说明而已。好啊，我带你走。你那么想打我？反正他是狼嘛，他杀人是天经地义啊。有的扣啊，他回血太快了。哦，是哦。有啊，先扣两颗星的。所以白天基本上很难打死人了。对，白天应该打不太死啦。哎呦，我觉得白天血多杀人啊，三分钟，可是感觉好久。没人辩解啦，因为没有人讲话吧？对啊，对啊。小雨连亏太快了啦，我没扣血啦。要个按键是直接进入下一晚，有没有？对啊，我知道，要个票直接进下一晚。大家都同意之后就这样子。对，大家都同意之后就应该可以直接下。就是应该设定个大家都投完票。对，不然的话，通常第一天、第二天会讨论最激烈。对，后面后面就会比较吵，后面就没声音了。嗯。后面很确定了，天哪！还七颗，哎呦，所以这样理论上六颗，影月应该是狼，小雨应该也是狼，只剩一狼喽。嗯，对啊。噔噔噔噔噔，四颗，揪团打死吧吧，揪团打，揪团打人。啊，晚上了，晚上了，两颗，打死了，死掉了，两颗，这是什么？两颗，快干嘛？快猎人啊！不要杀我，给我拉一个屁，真的是死了。真的可以这样死哎！那怎么死啊？西瓜自己死。嗯，什么西瓜？为什么？不是，误会误会。等一下，呀，你是好人吗？等一下，都有输。你们两个都有输哎！你们两个都有输哎！你们两个输啊？好的，我也有输啊。我有职业啊！哎呦，我有职业啊！哎，那繁星啊，繁星不见了。我是猎人，我是猎人，我真是猎人。哎呦，我死。好的，那个 table 顺序轮流发言，先是杰瑞。好，我是猎人。我刚刚有没有想说，如果杰克刚刚有选到我的话，我就把他拉下去，可是没有成功。我是忍者啦，我是忍者。那我跟你讲哦，我也是忍者耶，投你吧。哇哇！你要信哪一个？就这刚好。要信哪一个？我要信杰瑞。哦，哎，有输这一，他这样让我好害怕。不知道他前面也没有拿书之类的啊，忍者应该也有书吧？啊，忍者没书，忍者会输我纸张吧？没有，他就是忍者有，没有，他有，忍者应该有吧？没有没有，他关是怎么开技能？他是写是在聊天室问你说，尽管你想要使用回避吗？哦，他是直接的，不是而不是选择，因为他不是选择题。好神奇哦，杰克你。而且没有啊，就是两个人都跳忍者，忍者只有一个啊，所以就一定是洋洋跟杰克其中一个。测试测试啦，那反正你们票杰克了嘛，这已经站好了。对，直接 kill 看看会不会比较快。直接 kill， 对啊，看会比较快一点。哎，好像还是一样。哎呦，
还是要等时间到、哎、时间要等时间真的那就大家都死吧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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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对吧、啊？人类方获胜，那等一下时间设定可能就调短一点吧。对啊，两分钟、一分半就好了，一半吧。感觉这样。我在想说，他会不会写说白天三分钟其实就只有其实是六分钟啊？嗯，什么意思？觉得会，因为他写就是你调六分钟，他其实是报名式的六分钟啊，辩论式的是三分钟跟晚上三十秒哦，那也是有可能啦，有可能。啊、对，嗯，反正不管，等一下就选三分钟的。嗯，有纸又有按 tab， 就是按 T 的那种，就感觉可以自己看。其他拿书就会有点露馅了。其实、啊、连村民也要发书吧？就每个人都每个人都要有书，应该都要有书。嗯，或是改成之后在聊天室跳出你的技能就好了。哎、欸，对对对，就全部都统一在聊天室。因为也可以用投票，也可以用那个像王国那样投票就好了。不然待会就每个人都找一间蹲好了。对啊，等一下先找一间，然后呢你或者是要用再用这样。对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他如果要这样也可以，就是晚上每个玩家会在不同的地方。对对对，随时传召，隔开被隔开这样子。对对，待会就手动隔开。我们要自己手动跑走这样。对对对，自己跑走，自己跑走。嗯，第一天就可以跑走了，真的。欸、有了，有了，人类方获胜，好难玩。这个狼人真的很痛苦哎、欸。对啊，但你们刚刚其实也算是临门一脚了啦，快了快了，就无从辩驳。一定要悍跳身份，悍跳身份。嗯，等一下再看哦，就三分钟哦，它的说明是白天只有 1.5 哦、嗯，好，很快哦，嗯，那就来咯，好，走走，所以要跑先躲起来，先躲起来，对，各自跑开，公平，躲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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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yeah, ！我有双人床，好开心！哎呦，哎呦，睡在双人床上。我建议女巫就不要救人了，因为你救人是九分之一。嗯，你就留着毒药，看看你之后觉得谁可以就毒。对啊。晚上时间，欢迎光临，有没有吃关东煮的、啊？来一份。白天了，来一份，老子死了。哎呦，洋洋，洋洋死了，第一天死掉有疑恩。我有看到什么吗？女巫，哇哇哇！不是吧？欢迎杰克，我就说我的关东煮没下毒，可以这样留啊？怎么按的、啊？好酷哦！他有一个猜测凶手，然后在哦，我的关东煮没有毒、啊，其他刚刚偷偷下毒、哦，可能就第一天死我、啊，等一下可以看看。你是不是偷走我的毒药？那杰克你什么职业啊？杰克有没有辩而已？辩解。杰克是村民，对，村民力哦，村民可以走，不能做的。好，我走，来，杰克，那少一个人很那个。我是预言家，小雨是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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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雨是什么？狼人，有其他预言家吗？有预言家吗？我是猎人，你是猎人，那你得，如果你等下死掉，你可以 build 他。对啊，可是我昨天没有选的、啊。嗯，我想说机会很高，这样会带到、哦、晚上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们时间剩不多，有没有其他预言家要跳啊？没有的话就那个啦、啊。对啊，没有其他预言家我们就信了，就跳小雨了、啊。好，被票死不能带人的是吗？不行，他要在晚上。没有人跳，没有人跳，我投小雨了，我投小雨了，我信繁星了，哎、欸，信繁星，凡凡我信你，信你。完了，本来应该要掰了。难道小雨那是借口吗？说晚上没血人，其实自己是狼人。小雨一定是狼啊！晚上时间，可女巫又不能保，可对啊，完了，掰了。这个这一场狼刀太准了，第一刀就是女巫。对，真的是很准，有点强。对，感觉繁星，对，繁星没了，繁星死了，繁星死了，哦不，会有那个黑点吗？做死预言家了吧？对他做死预言家了，我是不能讲话，我不能讲话，但你会有那个死前你有打的那个东西吗？你看那个，
我点了哎、欸，可是怎么没有？所以第二天，哎、欸，我有了，我有了，又是杰克，是这个官方组老板，请问一下，那就投杰克了，哎、就先投你解释，两个遗言都指向你，对啊，这个没办法了，不瞑目，我死不瞑目，好，我投我自己，我投我自己，好，是的，我要去下锅了，我下锅了，自己要去了，自己要去了，变幽灵关东煮了。哇、wow, 欸，这样子没、这样感觉有点太强了。你说每个都留遗言吗？对啊，嗯，确实，他这个的玩法就其实比较不太像那个啦，桌游的那种。应该就是说他就是有留遗言，他的风向就看你信不信了。对对，可是没有、啊，因为像繁星已经跳预言家，那他留谁是凶手，我们就一定信了。对，因为他做死了啦，他做死了，啊、就比较像就是奇乐那样的玩法啦。对对对对对对对。不然我们等一下就是只有第一天的人才可以一言那个好啊好啊可以啊手杀手杀杰克关东煮杰克拜拜关东煮的怨念拜拜真的是关东煮的怨念好可怕拜拜哇还有一还有一狼啊哎呀还有一狼觉得我可能差不多会掰了我是忍者哦我先把这个衣服给穿了忍者只会有一个哦等一下你们谁穿忍者谁就是狼了就是披忍者的披、這個、对对对对谁穿我忍者的衣服、我靠我这边要先说一下我这边要先说一下他既是狼然后杰瑞是狼对、我验了这两个哈哈你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我刚刚第一碗验了巧克力、巧克力怎么跳死的是我死的是我你在云燕先说我想说多验几个再跳我现在验了第一个是巧克力忍者第二天是验哈记狼人第三天验杰瑞狼人第团团我还不知道不是可是你知道吗刚刚前面第一天晚上已经有人跟你悍跳了你如果这个时候才跳大家一定不会相信你耶、就你这个时候现在跳出来大家一定不会相信你對對而且巧克力刚刚怎么会说他是忍者然后他就是忍者啊他死了他死了没有死掉不能讲就让他们活着讲吧对我是觉得我就觉得怪怪的啦、我也是觉得怪怪的、我现在是剩你们四个剩你们四个对剩你们四个觉得可以投团团哈不是投杰瑞或是哈记杰瑞或是哈记你讲话超奇怪的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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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慌乱一发一发一发如果他是以一个预言家逻辑来讲是对的可是他跳的时间点不太对就是如果你今天第一应该怎么讲如果是第一天就这样子讲我觉得就可以有的玩了、就有的比啦就是抓到一个打对啊所以你们三个都投影月是不是我是投影月啦我投影月了我觉得因为我是觉得你只说一个人是狼还有可能但是比方说你说哈基跟 Jerry 是狼就算你是真预言家那你们也是平票啊对所以可能经验啊经验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常玩预言家已经死了很容易隐约死了还没结束应该是结束啦然后白天才会结束一瓶或一瓶白天才会结束是不是对白天才会结束啊两瓶一狼或者是不是白天才会结束吗还是他真的是真预言家对啊真的你们是不是真的是我在想如果白天还是继续的你说什么我们是狼，我们是狼。哈哈哈哈你们怎么刀我？这个假跳，繁星啊，繁星假跳成功，我直接被刀掉了。就是我是猎人。你也太晚跳了，这个要早点跳。因为到一个应该就可以跳。想多活一天吧。第二天验的时候才验到人，第一天没验到人啊。昨天那你像你还是要发个金水啊，发个金水比较好。对，因为像刚刚有没有，就是你就算是真的，你验到两个人，那你投也是平票啊。就团团信你也没有用。平票他应该就是平安夜都到晚上了，就直接变晚上。就是说预言家比较难玩的是要带风向，没有带风向很容易风向被带走。预言家真的很被狼带走了，时间点要抓对。对，要跟狼人抢。其实第一天预言家我觉得可以直接跳出来。那如果只要第一天那个女巫她留下解药跟毒药有没有？就可以再。那你预言家跳出来，就算有两个预言家出来，那至少女巫也可以挑一个去救。对对对对对，刚刚。就丢过太衰了啊！女巫直接被刀中，对，女巫最 QQ 了，刀就中。女巫没有办法知道那个狼是刀谁，就比较吃亏一点。真的。
有这样大家比较会玩、啊。再一次看看，我想问一下，预言家是看到职业吗？还是看到好？他是看到职业，对，看到职业啊。所以我们讲话就讲好坏这样就好。嗯，就之后就讲一样也是讲好坏，说好坏 ，OK， 说好坏就好了。嗯，说好坏就行了。你说没有没有盘到第二个猎人没有、啊？因为没有每个人都发言啊。嗯，而且刚刚我就想说，因为团团就是说，哎、欸，小雨有没有第二个猎人？就感觉好像是，我以为团团是猎人，嗯，因为团团是说有没有第二个预言家跳，他不是说我是、嗯、有没有第二个猎人要跳。对，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有可能团团才是真猎人，就是说，哎、欸，没有第二个预言家跳。